11月1日，由空政文工团著名歌唱家严当当担任主演，由大衣哥朱之文、喜蛋女孩任叶丽等参演，以全国道德模范2013年最美医生称号获得者钟京世纪为创作原型的公益微电影《幸福心率》在京举办首映礼。当天，最美医生钟京本人也赶到现场，看过影片之后，对严当当的表演赞誉有加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著名演员林永健也在片中友情现身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林永健一再表示不要报仇，一定要参与到这部戏当中呢？我们俩首先是都是空军的，然后我们俩有过可以说生死之交，因为在2008年抗震的时候，我们俩在一线四川汶川，我跟林永健我们俩分在一个组，当时有余震，所有的那个山体滑坡，然后在震的时候，林永健哥哥就抓着我的手往外冲，那个时候很危险，就是说我们在余震的时候，我们有那种感觉，哇，是战友，然后是兄妹。作为一名歌唱家，《幸福心率》是严当当的首次触电，自然免不了要向林永健请教一二了。当然有请教了，我们俩在电话有沟通过，然后他说这个片子首先是乡村医生，他说首先不能够浓妆，所以在片子呈现出来的时候我是素颜的，没有化妆的。他说可能跟你在平时在很华丽的舞台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感觉给放下来才可以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